这个吗？嗯。好，来，宝宝，他说哈，这里面有三排东西，对不对？哪一排是照顺序排好的？哪一排是照一二三的顺序排的？哪一个？香菇有照一二三的顺序排吗？这三个，先看这三个，哪一个是照顺序排的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哦，这有三只香菇，对不对？三，这有四只香菇，三四，那这里应该有几个香菇？三四五，这是五个吗？数一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不是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这有一片叶子，对不对？二片叶子，这里应该有几片叶子？三，三，是不是三？数一数，一二三。对了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了。我们在这里面涂上颜色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在圈圈里面涂上粉红色，把它涂满。现在看一看这里面有哪一个是照顺序排列的？一个一个。对，好，都是从一开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里面哪一个是二？不对，还没有数完。我们这三个里面要选一个对的，哪一个是对的？哪一个有照顺序排？好，一。哪一个有二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这是一，这是二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哦。来，这是一，对不对？一条小鱼，对不对？这有几条小鱼？二。我们只看小鱼，二。这是两条小鱼。那这里应该有几条小鱼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有四条小鱼，可是我们要几条？我们只要三条，一、二、三，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它所以它不对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不是。那我们来数数。瓢虫有一只瓢虫，对不对？一二三。对，这是一，这是二，这是三。那这里要有几只瓢虫？应该要有几只？应该有四只瓢虫。数一数有几只？一二三四五，还有五只瓢虫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不对了，因为一、二三四五，对，它有五只，所以它也不是正确答案。来，我们数一数蝴蝶。这有一只，对不对？这是几只？一、二。两只，好，这是一只，这是两只。那这有几只？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这里有三只。那这里有几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里有四只。那这里有几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对，这里有五只。好，宝宝，他有没有照顺序排？有。他是一二三四。他是没有写数字啊。有，没关系，太小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瓢虫有没有照数字排，好不好？这有几只？一只，对不对？这有几只瓢虫？这有几只瓢虫？一二。两只。这有几只瓢虫？一二三。三只。这有几只瓢虫？一二三四五。这里有五只瓢虫。这里有几只瓢虫？一二三四。这里有四只瓢虫。它有没有照顺序排？有。有吗？我们数一数。一二。把它连起来。不是连起来，它有照顺序。一二三五四，它有没有照顺序？一二三四五。蝴蝶。六。不是，你看蝴蝶有没有照顺序？蝴蝶有照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，它有没有照一二三四五？没有。一二三五四，它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蝴蝶才是答案，对不对？那我把蝴蝶填满。已经画过了，都画过了，也画过，没有了，都画过了，都画过，画完了，这里还没有画，这里还没有画，宝宝。
你看看你能不能在里面找到一，然后画一。这里面有没有找到一？好，那里有一个一，好棒，一好。哪里还有一呢？哎，这个不是哦，你看这里也有，可这不是一，那也不是一，不要画它一。好，我们待会再来找，那是好，那找二，哪里有二？好，把它画出来二。哦，真棒！好，找三。好，找四。哪里有四？你是要写到这里，你第一行要这样写，然后换一个颜色，慢慢写给你看。哎，那里，好，你写四的时候是这样的哈，你看啊、哦，四是这样写，对不对？然后到这边你要直直写，写到这里，然后再从这里，这个宝宝会没问题，四，这是四。好，然后来写五，五在哪里？五，哪里有五？怎么变成 S？ 六呢？六还要写到底。对，就是你写一个 S， 但是明明是一个六啊，要写六来，宝宝。六怎么写？我会写，而且我不会写哦。写六对不对？不会写六。好嘞，妈妈帮你写。那这手拿来。六，六就从这里开始。你要先在外面画个圆圈。大圆圈，看懂了吗？再画到里面来，这就是六了。看到吗？画一个 S 片。对，原来六里面有一个 S 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来，宝宝，那哪里有七？找一找。妈妈有看到一个好小的七哟、哦。宝宝不可以。七。啊，对了，都对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什么呢？关于工具。这个都写过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写。好，你要连一连吗？嗯。好，来，把他们跟他们的影子连在一起，把小猫咪跟它的影子连在一起。好，这个小猫咪的影子在哪里？这只小猫咪的影子在哪里？好，把它连在一起。好，那这里有这边这个小猫咪的影子在哪里？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，这有几只？数一数。一、二、三。对，哪一个也是三只？好。好，那它呢？它的影子在哪里？好，那这个呢？对的，好棒哦！好啦，还有什么？这也写了，这个也写了。
么有解？好，来看一看哈。他说用手指出来数一数。好啦，妈妈说，然后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？来，九。六、对了，好棒哦，我都认识。好，来，十也要圈啊。好，那你要圈三，每个都圈起来。涂上圆圈，圆圈涂满颜色。你看，在圈圈里涂颜色，宝宝。这是一个什么？长颈鹿。长颈鹿啊。长颈鹿比较高。好，那我们在长颈鹿的这里打圈圈。画圈圈啦！那现在你看在圈圈里面再画一次啊！好，好棒！那我们看看还有哪里没有写？对，这好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两只蛇，哪一只蛇比较长？来，涂上颜色，在它的圈圈里涂上颜色。这两只船，哪一只船比较长？好，在它的圈圈里涂上颜色。好，哪一个比较短？比较短的我们涂另外一个颜色，比较短我们涂绿色，好不好？